Jolicio Feini Mosha! Yo Che Huang Jian Xiang Tong Lei!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乐八薯片》，非你莫属。我是黄健翔，我是涂磊，欢迎所有来的现场的观众朋友们，欢迎你们！选择快乐，选择乐八，这里是乐八薯片，非你莫属。本节目由乐八薯片独家冠名播出，感谢乐八薯片的大力支持。我们热烈掌声欢迎鸟叔来给我们非你莫属助阵。但是我怎么觉得你好像长高了呢？我们有个翻译在现场吗？来，我们请。韩国学联的釜山总会的会长景峰，是好，来帮我们翻译一下，欢迎，非常感谢。我觉得这鸟叔好像长个儿了，我又是这么多玩意儿。他说他比起真的鸟叔，他喝的牛奶比较多。哦，所以他是假的鸟叔是吗？他在韩国叫釜山鸟叔。哦，釜山鸟叔啊，釜山的鸟，那个是汉城的鸟，但是学的真像。我在底下看着，真以为是鸟叔来了呢。请教赛一把是吗？他说我就是，我认为我自己就是真的鸟叔。陈浩有要求说，陈浩有要求跟这个鸟叔一块跳。有请陈浩。还有慕言，还有慕言呢。这是我们中国鸟叔。慕言，来，尹峰要来。那个刚才大里得有那美女，得有那个美女啊，对啊，得有那个最应该叫沈东军上那个支持沈东军上来的韩院。来吧东军，鸟叔请在前面带领他们跳好吗？对，慕言你好可爱啊。我的上来主要就衬托他们跳得更好。没关系，这个舞主要是比谁跳得萌，你知道吧。音乐地板对了。谢谢。好，今天的韩国专场在鸟叔的一阵领舞当中开场。另外呢，今天我们注意到我们的这个发言管制区有两位美女，欢迎你们。这是我们非你莫属节目3周年官方微博粉丝互动的幸运中奖者。在近期呢，我们连续每期都有两位幸运的微博粉丝可以到发言管制区，在特殊的位置上近距离观察我们的节目录制，欢迎你们到来。请自我介绍一下。大家好，我叫张元，来自北京大学，现在是研究生2年级。好，您的微博名是什么？微博名字叫张小元。好，谢谢你，欢迎你的到来。来，另外一位姑娘。
大家好，我是来自国际关系学院的研究生一年级在读，然后我的微博名字叫贪吃大胃王。看我的身材就像是每期都在关注，然后经常跟同学聊非你莫属，然后在有一次在车上差点就被售票阿姨给免票了，因为我跟她聊非你莫属，她也很喜欢。是吗？非你莫属还有这功能呢？嗯，太厉害了。好，谢谢你。谢谢。后面这两位观察员，你还要继续和非你莫属互动，因为我们后面还有一个机会，我们要在所有的观众当中和非你莫属微博当中选出一位粉丝去柏林电影节走红毯，所以你要继续关注我们非你莫属的官方微博。我们在座的观众也要加强互动，加强这个来传递这样的一个。我特别说明一下，不是挎着他胳膊走啊，不用挽着他走。当然，你如果要求我陪你走，我会陪你走。嗨，好，谢谢同学。如果你觉得我不够资格，那我可以安排一个明星陪你走。哎呦，来吧，咱们有请今天的第一位求职者出场。在韩国仁济大学读的是生物化学专业，在这些行业里面我有专业的优势，比较好的亲和力和沟通能力，我希望能够在工作中能够给人带来幸福感，能够帮助到别人，由此给我带来的成就感，我想不仅仅是一份薪资能够带给我的。徐毅，23岁，江苏人，仁济大学生物化学硕士。两位主持人好，然后现场的十二位 boss 好，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徐毅，来自江苏连港，今年23岁，毕业于国内的吉林大学和沈阳药科大学联合培养的生物制药工程专业，在仁济大学读生物化学专业。来到这个舞台，我想要找一份跟市场有关的工作，但是具体的职位没有具体的要求。谢谢大家，我希望能够在这里求职成功，谢谢。你好，你好，你好，你是中国留学生在韩国留学的？对。啊，这个，我一遇到从韩国来的美女，就会心里有噔噔噔噔几个问号冒出来。好。我这个很唐突的问一下，你是原来就长成这样的吗？您可以让那个整形医院的院长来看一下。哦，对对对，我们今天有这个韩国整形医院的院长闵英俊。英俊老师您好。英俊院长您好。您好您好。 BOSS 团新成员闵英俊，韩国纽莱因整形医院院长。韩国纽莱因整形医院拥有权威的整形医疗专家和医疗技术，2011年被韩国卫生部特许指定为外国人医疗服务机构，2013年韩国整形行业中被评为消费者满意第一位的荣誉称号。就是您看一眼我们这位，我们中国的美女是原装的吗？我看一下啊，已经很够漂亮，很漂亮啊，脸是鸡蛋型，还有眼睛是大大的。漂亮，我都看出来了，英俊。我问你的是，他是原装的吗？嗨，这词儿，他是不是美容的？他做过整容手术吗？是不是？非得让我说的这么粗鲁？这个我们行业的那个一定要的那个一个原则，我们不能说出来，不能说出来。好吧，我告诉您实话吧。你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这姑娘基本上没动过，真的没动过。您是动了也没关系。他是天然的。女为悦己者整容，士为知己者装死。嗨，那我们医院保定，他是天然的。对对，就要的这句话。对对对，要的就是这句话。这是天然的，没动过的。像现在这个年代啊，见到一个这样的美女，我觉得很难得，大多数你一看就能看出来哪儿整过哪儿动过，而且有的整过之后还那么难看，这就怎么关键是整过还挺难看的。而且徐毅今天出来的时候特别像那个从韩国电视剧里走出来的人。哎，有韩是不是和你穆总感谢你？对，是不是因为你在韩国这几年把你的一些气质什么的也都改变了？这个我要讲一段丑小鸭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的故事吗？讲，很励志是吧？我是理工科的女生嘛，
大家理解一下，我每天都要做实验，做到11点，然后周末的时候也在做实验，所以这虽然不能成为借口，但是我真的不会化妆，也不会打理头发。然后，但是我在他们的校园里面就发现，他们的女孩子即使是上课，都要打扮得漂漂亮亮，穿着裙子出去，都是短裙哦。然后呢，还有就是他们一定要穿高跟鞋。我们的学校住在山上，有一段很陡的坡，那个高跟鞋都是细高跟，然后他们都行动自如，还有妆容也很漂亮。我住在宿舍，每天早上大概8点钟要起来吃早饭。我8点起来吃早饭的时候，我披个睡衣就出去了，结果人家已经妆容啊、衣服啊、鞋子啊全部都打理好了，光彩照人都出去了啊。我一到呢，我就觉得所有人都看着我，然后就知道这个是中国来的哦，所以就向他们学习。我决定改变。当我改变了之后，第一次化完妆漂漂亮亮出去的时候，有男生用注目的眼光看着您的时候，我就觉得我下次也要这么打扮啊。特别是然后女生就都用很毒的眼光看着你。我觉得全国的学理工科的女生都应该听听你这句话。实际上这个美丽也是生产力，实际上你自己化妆好了之后呢，实际上你是对别人的一个尊重，也是对自己的一个自信的增长。哎，实际上在这一点上呢，实际上我特别赞同这个徐毅的一些想法。因为我记得原来国外做过一个研究，就是男生女生，然后呢让很多人去给他们的容貌去打分，打完分之后，然后再看10年之后他们的收入，就发现这个长得帅的、长得漂亮的，他的收入就相对平均收入会更高一些。我觉得你说的不对，那就是因为有很多长得漂亮，他工作找得好，所以没老板像我们这样长得不怎么地的就创业了。我们收入也不低嘛。我们同意陈浩啊。像陈浩和梅老板是因为怎么整已经没救了。对，但是也有一些像我跟刘家勇这样很帅的不也创业？所以像刘家勇这种整形成功的，他就回国了嘛。实际上无论你怎么整啊，就是你整容啊，还是你怎么化妆呢，实际上真正能打动别人的还是你内心的那种真诚。其实这个是我觉得是我们问一问这个来自三位来自韩国的朋友，三位企业。首先问这个整形医院的院长英俊院长，我们知道就是韩国的年轻人整容的比较多，他们这是为了在职场上获得更好的机会吗？更好的工作吗？如果两个人的能力差不多一样的话，还是找长得好看一些的。为什么呢？因为所有的企业的工作呀，那样的东西都是人对人做的事情，所以给人家有吸引力的外貌的话，觉得比较好好工作，所以就很有那个帮忙的。在韩国那个冬天吧，就刚刚考那个高考完结束了以后，就18岁的一个小女孩子们都来整容，上大学以前。为什么呢？就换学校的时候就不要让人家知道，然后原来自己改就漂亮。我觉得其实青春就是美，年轻人我真不赞成大家去整容。就像徐毅一样，他原来是因为没收拾，大家不知道他美，他稍微一收拾就美了。美丽既是生产力，与此同时也是一个巨大的压力，将这位漂亮的女求职者全部都集中在她自己的长相上，这就是她美丽所应该付出的代价。来吧，这样我们这个让徐毅呢往前推进，先灭掉一盏灯，然后我们继续才艺考验和这个职场能力考验，好吧？看看面前12家企业，考虑一下灭掉一盏灯哪个企业你肯定不会去的，说吧。我选择五八同城。哦，合同能断供，为什么选了一个最丑的老板？没有没有，高大帅气。为什么？为什么？是因为我对网络不是非常了解，然后可能对他们没有什么特别的。这个五八同城马上就要在美国上市了，恭喜恭喜！哎，恭喜恭喜！做得很好，是不是还？祝你早日上市。不过我要提醒你一句，就是说现在在你应聘的是市场推广的这个角色，现在在推广这个角色上，多媒体整合营销的这个策略很多，都离不开互联网。包括互联网都离不开，所以说呢，希望你在未来的这个应聘过程中能够更多的关注这些东西。好，余下的十位 boss， 好，余下的十位 boss， 考虑一下啊，看看面前这位韩国留学过来的美女，天然美女，请选择。祝贺徐毅。一家企业全部留灯，接下来进入天生我有才。
生物化学的专业的具体课程当中有一个杀小白鼠，跟我们说说怎么回事。这个我们做实验的时候需要用到一些小白鼠进行一些注射药物，然后看它的反应嘛。我觉得他们为了我们人类献身，我们应该感谢他们。谢谢小白鼠。所以呢，他们进去了之后可能被注射了一些药剂之后不会立刻死亡，但是我们检测已经结束了。所以我觉得出于人道主义或者是鼠道主义吧，我们也应该尽快的结束他的生命，让他不要活在痛苦之中。哦，对对对。对，所以呢，这就必须练就一手好手艺，让他迅速的进入极乐世界。所以我就按住了拉他的尾巴，尾巴连着脊椎，脊椎一断，一秒就去见上帝了。天哪！这个我觉得一个非常美妙的女子，对，用温柔的话语，面带着笑颜，说快速让他送去极乐世界。好像怪怪的，好像就给人家实施安乐死一样，有点怪怪的。这个，我们哀悼那些小白鼠。哎呀，是，真是来吧。各位 boss， 职场能力的考验开始。那个徐毅啊，我问一下，因为那个你是一直等于从事的是和医药相关的行业，对，而且呢，你求职的又是像市场推广策划，对，那你现在跨度这么大，进入从专业性的研究到策划。你为这个策划岗做了哪些准备？包括或者是你过去在在校期间有没有实习啊，包括有没有一些这个实习的经验？我是本科的时候是文艺部的部长，我大一的时候是文艺晚会的主持人，然后我在学校期间主持过很多大型的晚会，也策划过这些活动，并且都取得了比较好的成绩。然后呢，我主要是策划协调组织这场活动，然后在类似于晚会的总导演了。对啊，你喜欢主持人，他喜欢做主持人。对，我可以给你出个考题吗？哎，出个考题。你除了能够主持迎新晚会之外，你能主持追悼会吗？这样。你今天穿的这身黑衣很适合，要不然来试试。可以想象一下，用自己的语言来组织一下，比如说今天是梅向荣的追悼会。哎呀，对，你嘴太毒了。哎，我们今儿您就想一个梅老板，就好办了。开始。今天来到现场的观众，现场的朋友都是林先生之前的好朋友亲友，我们来到这里共同缅怀他这一生中所为我们带来的欢笑和快乐。您可能有与他有一面之缘，也可能与他有深交，他可能给您带来过帮助，您可能也在他的人生中给他带来过幸运。在这样一个特别的时刻，他离开我们走向他的世界，也希望他在那边一切都过得好。我相信在座的每一位都会带着虔诚的心给他送上祝福，我也希望在座的每一位能够在今后的生活中更珍惜生命，更珍惜身边的人。感谢大家今天的到来，谢谢。特别棒，裴总，你就放心的去吧。我就可以。我来说一下啊，他最大的特色是什么？你见过有人用微笑的方式主持追悼会的吗？这是他最大的优点，而且他的微笑丝毫不让人觉得唐突，而始终让人感觉送人最美好的最后一程，温暖，是那么的快乐。主持追悼会最大的优点就在于把这白事儿做成温馨的喜事儿，让人感觉到人不那么沉重。还有第二，他从来没做过这个，但是他的语言的流畅度和内心的那种疏导几乎是完美的。他的语言大量的排比，还有排比之间的逻辑的转换都非常严谨。各位，有一件事忘了考验了，咱们让三位韩国企业家考察一下小徐的韩语怎么样？英俊来的，一句，一人一个问题好了。哎，对，随便什么？간단하게한국말로본인소개를해보세요。안녕하십니까？저는소인입니다。여기오는거정말영광입니다。감사합니다。不错。崔女士给我们翻译一下，她问的什么，她答的什么？刚才她是让她自我介绍。BOSS 团新成员崔善，北京爱博信化妆品商贸有限公司总经理，韩国第三大化妆品公司，旗下品牌弥尚为韩国化妆品的代表品牌，为广大消费者提供环保的高性价比原装进口化妆品。和他简单的介绍自己的名字。我说我来到这里很荣幸，我叫徐毅，谢谢。那您问一个问题。
我是看你的简历看不到，是我不太清楚你是什么时间段在韩国留学，用韩文解释一下。啊，用韩文回答一下。저죄송합니다저는한국에서한국만배워안했어요저는그냥좀드라마에서배웠어요그런거요좀죄송합니다谢谢。他回答的怎么样？回答的您满意吗？嗯，满意的。他在韩剧学了韩国话。在韩剧学的韩语。我没有在正式的学校学过韩语。啊，你不是这个仁济大学的吗？我是仁济大学，但是我过去之后只相当于在他们实验室读研究生，并且做实验的这样一个。哦，他还比较坦率。那你在那边沟通语言是什么？对对对，英文，英文，跟教授用英文交流。跟教授用英文交流。李先生，您有什么可以问他的？我就是航空公司的角度来说。BOSS 团新成员李京文，韩国釜山航空台湾地区总经理。韩国釜山航空是海亚航空的子公司，作为经济实用型航空公司，釜山航空一贯坚持安全性、便利性、经济性的核心价值，在为将最高价值回馈给乘客方面做出了最大的努力。我们要招空姐的话，他愿意吗？虽然是他的这个学习的行业跟我们的行业不一样，但是你愿不愿意再应聘？我愿意在韩国工作的话，我愿意花两三个月的时间把我的韩语提高到能够交流的程度。好，谢谢三位。来，各位，但是徐毅，我想问一下，因为其实刚才你回答那个就是你为这个市场营销的这个职业做的准备，我其实有点失望。对，因为那不是一个职业的准备，你做学校活动虽然它也会有帮助，其实你应该去选修一些课呀，或者是看一些专业的书。但是我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就是涉及到你的这个转行的一个动机，就你原来学这个生物医药对吧，你拿到硕士了，为什么要转行去做市场营销？我自己以前一直有主持的梦想啊，也有文艺表演的梦想啊，但是一直就比较放得靠后，作为个人兴趣。然后我个人认为我能够比较好的与人沟通，我更想做与人沟通的这样工作，这样的工作给我带来的快乐和带来的成就感，我觉得可能比我以后接着读博升到了做了教授，接着天天刷小白鼠，那你完全可以走销售岗，或者是因为我不明白你为什么选择策划。因为这个可能我对行业，我对那个职业并不是很清楚，所以可能写了策划宣传这样的工作，但是我觉得我可能从一个基础的。不喜欢你和对你失望的，你就不用跟他们多聊了。求职者基本的素质非常的不错，所以他会给老板们各种各样的遐想空间，他有各种各样的可能。遇到这个时候，他其实更应该聚焦，至少说锁定对某一个行业的兴趣有一个明确的方向，这样的话才不会在接下来的面试当中乱了阵脚，选择越多越被动越混乱。就是毕业生呢，可能是很多人都是不太了解各行业的这个发展情况，所以呢有的时候呢自己还是也想做这个想做那个，所以呢不确定。但是所以呢我想现在韩国的毕业生也是这样的是吗？一样。你用过他们家的产品吗？用过。我觉得他给您这公司做一个中国市场方面的工作人员挺有说服力，挺合适的。这个我觉得还是不能是因为他学这个，因为学他所有的都是科研方向。那其实你用过这产品，那么你能不能用你专业的术语，假如说在销售方面或者策划两个点，你能讲出任何一二三吗？那我们的 BB 霜来能不能讲？你把我当了一个加盟商，对，我的这个店开在星光天地，我的这个柜台啊，星光天地，我代理了很多化妆品，对，你怎么说服我来用崔总的公司？我们代理的一直都是欧莱雅呀，什么这些大牌吧。但是您这些大牌所带来背后的，您需要付出的成本就很高啊。我们从韩国直接进来的产品，一方面离我们近，而且一方面今天我们的老板也在这里，所以应该会给您一个比较好的折扣。这个是一个不错的点。还有呢？还有就是，通过韩剧和韩流文化，现在有很多人都非常了解韩国的化妆品。有兴起的80后，他们都很热切的希望能够用到正牌的韩国化妆品，而不是网上代购不知真假的。还可以了，基本还可以了。他反应很快。对，刚才那个，其实你最最最核心的，其实是
欧莱雅它是一个欧洲品牌，对欧洲人和亚洲人的皮肤，对欧洲人和亚洲人的皮肤的不同，这是最核心的一个卖点。对的，对的，对的，我自己用的也是韩妆、日妆或者是、不错，很不错，已经很不错了。我们让那个涂磊，涂老师总结一下，咱们就让 boss 们选择了。我觉得 boss 们不用考察了，你们再考察，最后是你们之间互相打仗。我猜到了，待会儿是一场恶战，在所难免，肯定要猛抢啊！让他说一下。徐艺是一个可以驾驭自己美丽的人。嗯哼。一般来说，漂亮的女生总是会有良好的自我感觉，她没有。一般来说，美女总是有一种表现上的刻意，她没有。一般来说，美女要么表现的是清纯、妩媚，她表现的是自然和阳光。所以我说，她是个可以驾驭自己美丽的人。如果说从服务的角度上来说，我们多么希望航空公司上有这么一位漂亮的空姐。如果从男人的角度上来说，多么希望他能成为一位妻子啊！从他的专业角度上来说，他可以做生物化学类的工作、哎。那么问题就出现，他到底做什么？他好像什么都能做，什么都能胜任，包括主持人也可以做。所以接下来他最大的问题在于选择。哎，所以我还是要告诉徐艺，当所有的光环都套向你的时候，危机就出现了。一定要明白你到底喜欢什么。我可以说我对工作有两个期待。说第一个期待是在满足我的期待薪金的情况下能够发挥我自身的优势、这样在工作中可能我更能够更开心吧，我做得更好、第二个是我希望他在给企业带来利益的同时能够给人们带来直观的感受，因为我一直都是做的跟机器跟细胞，我常常会跟我的细胞讲话，所以我觉得你特别擅长做语言服务类的高端客户的工作。我觉得可以让 boss 们选择了啊，所以各位 boss 准备打仗，冲锋号已经吹响，请选择。创纪录的时刻到来了，谢谢各位帮。在我们节目新版以来，第一次十一盏灯全部保留。梅总，你说的对，美丽是生产力，美丽是战斗力。谢谢。现在徐玉，所以我觉得你啊，其实要关心自己的内心，你不要听他们讲，说什么你有没有做一个营销做什么准备，你有没有做相应的这个职场准备，不需要。实际上兴趣是你最好的指引。对，你希望跟人打交道，你就去做跟人打交道的工作。没有必要，就是我也是学汽车的老师，但是后来我改了，我喜欢我就去做它。所以我觉得我特别支持你。来吧，我从你这儿开始，正好从你这儿开始说岗位工作地点。你最喜欢的是跟人打交道，实际上律师事务所每天都在跟人打交道。我希望你到我们这儿来做这个是。商务专员，OK， 谢谢梅总。穆总，徐毅，据统计啊，女生在律所工作，将来找对象非常难。在百合网也很难。百合网我们是个婚恋网站，而且呢，我们的市场团队其实是用多种的方法做整合营销，每年的市场预算超过1亿人民币，所以你来这里是最合适的，而且非常符合你的气质，因为我们的团队是温馨正能量的。我给你的这个就是市场专员的职位，欢迎你来。谢谢，加油。徐毅，我们福能集团旗下的福能文化有两个岗位，一个是地产推介专员，是类似于主持人，另一个是高端顾问式销售，两个职位，地点可以供你在天津和苏州选择。好，谢谢。陈浩，那个优胜教育集团给你提供的是我们这个少年派项目的这个校长。谢谢。林峰。徐毅，我给你科普系给你提供的岗位就是股东店长，有三个好处。第一，反正现在对你来说，所有的选择都是选择，都从零开始。从现在开始，你可以最全面的进入，咖啡轻餐的连锁管理的学习，成为一个专业人才。第二，在未来工作中，你除了有自己的岗位收入之外，你还会成为一个店的股东的，享有分红权益。第三，那么我当年也是。没有太多职场经验，很年轻就创业到今天，中国现在是最好的年轻创业的时候，有这样一个平台，我觉得你可以更快的超越我。好，谢谢。来，李总，徐丽，我们
很多人的专业跟工作的内容有的时候是不一样，我希望你在空服员的策划的部门在工作，谢谢。我有两个就是岗位，就是一个呢是像策划部的就是专员，还有另外一个呢培训部的这个培训部厅长下边的这个就是一个培训室。英俊，我觉得那个现在去好不容易去那个釜山也开始那个研究生了嘛，那个不要千万不要放弃，所以就继续学习过程中，刚好我们医院在釜山嘛，所以就来我们医院就打工，然后你的研究生结束了以后，我给你转正，然后派到中国南京的我们牛莱茵的分院，是这样子。工作岗位是皮肤美容科咨询师。东君，其实你刚才说到一点，你非常希望结合你的特长，其实你真正的特长是什么？你的特长是你的素质，是你的气质。那我看了，你希望做市场推广工作，包括策划，包括宣传。那么通灵珠宝呢，是中国和比利时联系合资的，那么我们呢同时又是柏林电影节的赞助商。那如果说你加入到我们通灵珠宝，那你就又可以领略欧洲的这样的一个风情。我给你的岗位呢是品牌专员，就是从品牌开始做起，工作地点北京和南京都可以。好，黄总，在这种医药事业部里面做这样的市场推广的专员，应该是很熟悉的。好，于总，谢谢。优越传媒呢，每年都有很多的电影和电视剧，这些是我们的资源，像一些五百强的一些个大家耳熟能详的品牌去做推荐，把植入广告啊、线下的商业授权这些形式，跟这些五百强之间呢，去搭建起一个合作的桥梁。所以说我给你留的这个职位呢，其实就是大客户部的经理助理。罕见的十一家 POS 十一抢一，大战前都很平静，其实马上战火前沿就要展开了，马上就要面临一个问一个问题，是问所有人，楚雷老师吗？问他，太好了，啊，让他给建议。您能给我一些？你看你是夺得姑娘们的信任，我真是给不了你什么建议，我只希望你在待会儿选择的时候忘掉你的美丽。好，不过徐毅，你这个性格真的销售类岗不太适合你。还有有些老板给你的所谓的管理岗，这类的店长之类也不太合适。嗯，开始了，不能拿刀越多。终于有人按耐不住，先放了第一枪。多少待遇我都加20%。哎呀，紧接着枪林弹雨就来了，看。不是，战争已经打响了。战争已经打响。我跟你讲，一个老板愿意培养你这种信任是最大的价值。实际上，工资并不是最高的，战争已经打响，专注是你自己的兴趣和你自己的成长空间。我认为第一份工作是寻找你的定位的，寻找到一个未来你发展的方向的一个着力点，否则的话你进入不到一个专门的一个定位上面去，这是一个非常恐怖的事情。哦，如果说我非要给你一个建议的话，我有一个硬办法，如果你硬要选择话最少的老板。哦，那这三位韩国来的朋友话都比较少。来吧，我们让徐毅十一盏灯灭到九盏好吗？去吧。这活儿不好干，副总。判断。姑娘不要犹豫，犹豫很减分的。哎，你十一个要灭掉九个，你第一个就这么犹豫是不行的。副总，副总。上去就是一刀，别啰嗦。谢谢你。这姑娘是个有主意的姑娘。哎，谢谢你。哎呦，这可是公关公司啊，这是离你的传媒梦想最近的单位啊。哎，我真的非常爱你。今天旁边花园馆已经人丁兴旺，坐满了。啊，整容医院。老板，您真的很漂亮。哦，
徐艺，这个选择我挺意外的。市场需要他这样的人，我们这个选他灭掉这个灯，我很意外。他留咖啡机，我很想不懂。他为什么要去一个餐饮行业呢？完全不搭嘛，对不对？这有好，来，我们请于文浩、尹峰谈钱不伤感情。来，于文浩，请揭晓。好，尹峰先揭晓了，于文浩也揭晓了。于文浩，没关系，我等下来会解释的。哎，他刚刚吓我，他说他上市公司肯定工资高。来吧，有什么要问的，了解一下。我先说，啊，徐毅，您说，我们公司在行业内呢是非常有名的，所谓的低薪高佣金的这样的一个企业。我们的每一个合同的佣金最少的啊20000。你起码要跑了3年之后，你才能知道你到底是不是能真正的跟这个行业根植在一起，共同发展，共同壮大。好，尹峰，您说的道理我们都懂。那么我来说一二三的理由。第一，在每一个企业都有高薪的岗位，靠佣金来拿取高薪的一定是销售岗，岗位工资高，这个只说明你是某一项专才。这是其一，其二，我现在给徐毅的不是一个专业岗，而是一个综合岗，是一个未来的老板岗。我相信我培养的是未来一个咖餐厅连锁的老板，而不仅仅是一个专才。第三，刚刚下面老于说他不想创业，我不相信。现在年轻人个个都追求自我，个个都希望拥有自己的乌托邦，所以拥有自己的团队、自己的阵营、自己的乌托邦是每个年轻人的追求，所以我会支持你未来成为一个美丽、漂亮、优雅的老板。尹总，其实啊，在他刚刚毕业进入职场的时候啊，他还真不知道自己应该是在一个专职的岗位上做下去，还应该是做轮岗，然后最后做管理。好，这个问题我反驳你是这样。其实我们为什么会有6个月到1个月的这样的培训和考核期，其实就是在所有的岗位上他都会要学习。尹总让我特别特别的喜欢你，然后呢，所以我也要对你负责啊。一个老江湖的这个眼光，我告诉你，影视整合营销这活儿很难干，真的。徐毅难道是一个怕困难的人吗？啊，这个徐毅啊，我给你一个建议，我觉得不要听不言的啊。那我想说的是一个什么呢？我也提醒各位老板，对于一个员工他在求职的时候是他人生的大事，当他离开这个场合了之后，不要因为个人的喜好给别人一个误解、误导。其实你其实在这个时候，你才是以个人的爱好、个人的喜好来评判的。我讲的是非常客观的。你的客观来自于哪里呢？整合营销这个行当，其实市场很小，竞争很激烈。穆言，徐艺过去之后会很难受的。穆言，我告诉你，是这样。穆言，现在最难做的是弘扬，做媒婆最难做的。对，这个行业我们认为最难做的。弘扬网络，真的。而且实际上呢，跟这个没有关系，我不讨论弘扬的问题。穆言，难和不难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就觉得，我觉得要徐艺他适不适合做销售岗，这是最重要的。那个不要让其他这些声音影响到徐艺你自己的判断。我认为还是这样的，就是结合自己兴趣和所长的这样的选择，一定是一个常态的选择。徐艺，哪位老板不是在消费你的美丽，而是在美丽之外看到你的长处？你应该选择他。来吧，给你15秒钟时间，咖啡之意，优瑞传媒或者谢谢再见，那边10个 boss 都等着你，甚至场外还有更多企业等着你。请准备，咖啡之意。谢谢大家。谢谢您跟我说的话，我知道了。Why？ 为什么？为什么？我猜你会下去找哪位？你叫英俊。谁也不能代表别人，谁也无权审判别人。职场上，除了大是大非之外，谁也不要对别人，包括 boss 们之间，进行道德审判。
没有什么，这没有什么，他不选谁就错了。我相信在我做出没有属于我自己内心的选择的时候，不选择对我来说等待也是一种机遇。没错，对的，祝你成功，祝你成功。No matter what they do, no matter what they teach you. 我本身存在就是我还不知道入行业之后具体的职位是什么，但是今天经过这个老板争执一直到最后，我想我得到了自己的答案，中途可能有一些犹豫迟疑，但是最后我做了正确的选择。请下一位求职应聘者出场。我来自于韩国光州，特别喜欢说中文还有中国文化，我的心目当中只有一个最爱上的是中文，除了中文以外我没有。我喜欢的话是一不怕苦而不怕死，应该我们的生活一定要这样，不能怕失败。朴平书27岁，韩国人，国立木浦大学国际交流学院本科。大家好，我叫朴平书，今年27岁，来自于韩国。我是国立木浦大学毕业生，今天能够站在这里，特别荣幸，谢谢大家。你好，小朴，你没说你想找一份什么样的工作呀？我想找的工作是文学方面，还有翻译方面。翻译就是说你的中文和韩文之间的翻译？是的。啊，对，你这个韩国学生，我们就不用考你的韩语了。嗯，是。所以我们全程用中文考察你，就知道你的中文水平了。其实我学中文还两年了，所以说话不太好。可是，我特别有热情，对学习中文方面。哦，为什么对学中文那么有热情？那时候我认识的一个中国女生，也漂亮，而且特别聪明，我追她。啊，你追了一个跟你学韩语的中国女生。是的。啊，然后你教她韩语，她教你中文。不是，她根本不喜欢我。根本不喜欢你。是。然后你就为了追她学了中文。我那时候我觉得啊，如果我会说中文的话，她可以选择我。那时候我特别幼稚了。啊哈。反正是因为爱情学的中文呗。我问一下小朴，你觉得中国女人和韩国女人有什么区别？有区别，因为中国女生个子高，还有眼睛特别大，差不多全都是孙俪一样。孙俪？是。哦。你还熟哪位中国的明星？还有我喜欢梁咏琪。你喜欢梁咏琪啊？特别喜欢，还有他都喜欢眼睛大，都喜欢大眼睛的，就是喜欢大眼睛的，所以喜欢中国姑娘。中国姑娘和韩国姑娘在性格上有什么？特别很善良，特别善良啊。韩国女孩不善良吗？也算善良吧。那这种善良有什么不同呢？兄弟，这节目播出之后，你还能不能回国找女朋友？兄弟，你担心？韩国男人和中国男人的区别。韩国男人和中国男人的区别。说男人就说女人，男人说什么男人，怪怪的。男人也是眼睛很大的嘛，就像性格上面刘德华一样。你还喜欢刘德华？是的。那你还喜欢梁朝伟吗？对，我特别喜欢。那你肯定不喜欢孙红雷，眼睛小。不喜欢孙红雷吧？孙红雷他都不知道。眼睛小的他都不知道，只喜欢眼睛大的。黄晓明。知道。他很帅。他很会聊天。对，学了中文之后追这个中国姑娘追到手了没有啊？没有。追了5年是吗？4年吧。4年半。4年也没追上。但是长了一门外语也不错，就来中国了啊。是。为什么来我们节目找工作？其实我的缺点就是我不会说英文。不会说英文。所以如果在韩国不会说英文的话，
拓简历的机会也没有，投简历的机会都没有。所以我就会中文没用。对。哦，韩国居然还有这样的现象，就是说不会英文，连投简历的机会都没有，真的是这样吗？三位？英语一定要有一定的水准，不然的话就很难找工作。啊，崔总是这样吗？对，但是别放弃啊，你那么年轻。现在学英语都来得及啊。他家庭原因啊，觉得自己的肩上的担子很重，所以想找个好工作，因为家庭并不富裕，父母还有三个姐姐，然后呢家里边妈妈和一个姐姐都得了癌症，目前家中的积蓄只够妈妈再吃两个月的药。是吗？是。所以你找工作的这个压力有点大。其实本来我的梦想是硕士，然后博士然后教授，可是家庭环境上不行了。不行，因为其实我留学的时候，本来我妈妈还有我姐姐已经病了。生病了，但是不告诉我什么病。已经好了。然后我留学结束以后回韩国了，可是妈妈继续说啊。然后呢，在烟台大学交流一年半，和很多学生工人共同合租150块钱一个月的房子，每天大家一起做饭聊天，跟大家相处得很好。是的。就多少人住在一个屋子里啊？150块钱一个月，八个房间，一个房子里啊，一套房子里面八个房间。是，我只有一张床，所以我开门口以后，直接上床。没有别的空间。明白了。在烟台呢，积极参加各种学校活动，在学校唱歌，受到各个学院的欢迎，爱唱五月天的歌。是的。哎，唱一段吧。好的。哎，好。悲伤的哭泣，事到如今，终于让自己属于我自己，只剩眼泪，还骗不过自己。开始有点紧张，但后来越唱越好啊，有感情。他比好几个学音乐的做歌手的唱多好。没错，展现出这种温柔，我觉得跟你内心是有反差的。他内心可很坚强，你看他应聘宣言写的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我觉得我头次见到这个应聘宣言。我们中国的口号。我们让他选择一下啊，看一下面前十二家企业，今天有三个来自韩国的企业啊。是啊，灭掉一盏灯，这家企业你肯定不会去。说吧，我灭掉那盏灯。五百同城。哎，段总今天的功率很高，为什么？为什么？其实我也看过，所以特别不好意思，特别尴尬。可是，我真的上网关系的，对吧？网站或者是，关系的很脆弱。明白了，了解了。好了，来，余下的视频 boss 看一下面前27岁的朴廷书，来。考虑一下，请选择。好，祝贺小张，还有七家企业你留灯。接下来进入天生我有才。对，这个你的这个
中文的这种书面的表达能力和你口语的表达哪个地方强？可以读，然后能理解，但是学不了。不是，也能写，可是。所以你翻译这个是，比如说把中文翻成韩语强呢，还是把韩语翻成中文强？啊，那中文版的变成韩国语，特别容易啊。所以我很多我喜欢的中国电影，我自己翻译成。韩国语，目前为止，这个韩国留学生表现出来的很多特质，跟在这个舞台上中国留学生的这个特质很像，就是他误以为语言就会成为未来工作的一个非常核心的一个优势，其实语言只是工具而已。成为世界中文翻译者第一名。是的。是把中文翻译成韩国的第一名。是的。可是刚刚呀，我就有一个感觉，刚刚很多老板在跟你沟通的过程中，他们都是讲的标准的中国语。是你很多都没听懂哦，那你怎么成为第一名呢？你现在的中文水平其实就跟这三个老板比都会差，哎，你同意吗？我同意。现在的这样的水平，我觉得以前更不好吧，可是现在已经进步很快了。是啊，可是应该那个三个 boss 他们听说比你好很多。听说刚才那个给鸟叔做翻译那个中国的同学，他如果做翻译，我们觉得更靠谱啊，因为他中文跟韩语都挺流利的。啊，对，所以其实我觉得这就是差距。我觉得可能作为韩国留学生，你刚毕业，你的职业规划也很茫然，也这种职业规划茫然无国界啊。中国大学生、韩国大学生都一样，世界性的。对，所以这个时候，假设如果今天你就怎么也找不着翻译的工作，这儿没有专门给你提供翻译工作的公司，假设啊，你的选择是什么？你打算干什么样的工作？怎么发展？你有备选方案？能不能现场反映出来？有后备方案吗？没有翻译的工作，其他的工作你干吗？也可以，因为我不怕苦。OK。其实小朴，我看到小朴现在这个状态啊，我一下想到了，就是我们很多中国的留学生在海外学习，很多人也说，哎，我学英文，我说英文的时候就最快乐的时候，回来的时候，然后呢，结果呢忘了学其他技能，对，结果回来之后就说我就会英文。结果其实你们犯了同样的一个通病，就记住语言是工具，除语言之外一定要学一些你的行业技能，包括一些数字性的培训，这点非常重要。丁俊院长，哎，我也是光教了。哦，好香。你好，你好。就一名韩国的来中国，就在这个电视节目的舞台上这么一句一句都说清楚，你已经真不容易的了，很勇敢，我很支持你。哦，其实我们都是已经差不多十年了。我推荐一个，不要那个你的翻译能力限制到中文翻译成韩文。嗯，我觉得应该是双方向啊。然后以后有机会的来到我们里面，我们打算做一个美容外科医学书，韩国的翻译成中文，然后就打算在这边发展，所以就考虑一下。啊，好的，听清楚了。是哦，挺高兴，小眼睛放光了，高兴了。那个各位 boss， 可以考虑了吗？我觉得这个孩子，如果不是因为家庭的原因急着出来工作挣钱的话，他可能是愿意做一个中韩语言文字之间的一个学者，他一直深造下去，他可能会愿意做这个。但现在呢，迫于家庭的原因，他想出来找份工作，是吧？所以大家考虑一下，各位请选择。谢谢。珠海小苗还有两家企业给你留的，可以直接进入谈钱不伤感情。有请英俊院长和黄小川来。这个英俊院长，请告诉我们准备给他提供的工作岗位和工作地点。在韩国或者在中国工作都没关系吗？是的。那就大概半年的时间在韩国工作，嗯，然后就准备好了，然后就派到我们那个南京婚宴。好的，大概是这个情况。好的，好。黄总，工作地点、工作岗位。工作地点在北京，这是我们的一个韩国客户里面的就是翻译工作。好，而且现在我们那里有三个这个韩国的员工。还有同乡啊，有同胞在一起啊。来，两位请写好准备给他的工资，写好了吗？黄总，黄总揭晓，6000。好，这边英俊院长请揭晓。
在韩国是4000家，在中国是6000家，写的也很清楚。有什么要问的？哦，6000的话是人民币吧？韩币就，哎呀，兄弟，哎呀，行，谈人民币肯定是谈人民币，这是中国的节目啊。我特别没搞清楚，为什么韩国的工资会比中国的工资低呢？中国的生活代成本高啊，韩国生活成本很高啊。因为那个我们韩国人出差到中国的话，还要么提供那个宿舍呀什么的吧，可以吧？听清楚了吧？要不要问问黄总这边？这个也是给你们韩国大企业服务的啊，也是做翻译。实际上是你在是一个海外事业部，是一个 international 的一个国际的团队里面。那我想你的中文会有很大的提升。那其实跟你的一个同事呢，是原来在 LG 广告工作过的，也是韩国人，中文也说得很好。是好像现在也是单身。女生是吗？对。哦呀，这个诱惑有点大。听清楚了吗？行吗？能拿主意了吗？可以了啊。给你15秒钟时间。或者是迪斯公关，或者是这个 New Line 整形医院，或者是谢谢再见，三种选择啊。去左边，去右边，或者是都不去。15秒钟时间，请准备。好。说吧。第一是公关。去吧。谢谢。哎，紧张坏了是不是？是。为什么最后没有选韩国企业，选了一个中国企业？其实我特别喜欢翻译，而且特别喜欢中国小说。如果我在北京留在这里北京的话，总有一天我可以见到余华那个作家。为自己的梦想。是。来，我们有请下一位求职应聘者出场。就读于韩国外国语大学英语专业，在我们全韩总学生会担任过文艺部的干事，现在我担任于我们学校的外国人留学生会会长。我希望能在非你莫属的这个平台找到一份具有挑战性、能发挥自我潜能的工作，带着一颗勇敢的心去努力去奋斗吧。李刚，27岁，山东人，本科韩国外国语大学。OK， 尊敬的华老师，尊敬的涂老师，现场的各位优秀的 boss， 以及现场在座各位观众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的名字叫李刚，今年26岁，来自山东省济宁市，然后现在就读于韩国外国语大学英语专业，第二专业是中国语文学专业。即将于明年2月份毕业，然后呢，我希望在非你莫属这一个平台能够求得一个销售类的或者是管培生类的工作，谢谢。是我的。你好，李刚，欢迎。哎呀，这个在韩国学英语的，我们以前见过一个，结果那个韩语说的比英语好，然后你的这个英文说的怎么样啊？英文说的，说实话，一般情况。一般情况，那韩文呢？韩文说的还可以。韩文说的还可以。您还会德语？德语，对，我学过一个学期的德语。这个情况我可以和您解释一下。啊，说一下。因为我刚才自我介绍了，我的第二专业是中国语文学专业。啊。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在选第二专业这个中文专业之前，我就学了一个学期的德语。啊，这样。我觉得他在韩国学英语还罢了，他为什么还在韩国学中文呢？对啊，这我还要再解释一下。再解释一下。当时那学了一个学期的德语嘛，学了一个学期德语之后，就感觉第一，他客观现实的确挺难了。就感觉自己那个舌头转不过来那个弯儿，就感觉可能如果长期来学的话，毕业有困难。然后。在那个还能更改第二专业的前提下，所以说只能选这个了。所以你是为了凑学分是吗？这是学校的一个规定，必须要学第二专业。太不追求上进了，选中文。但是我还要再声明一下，你哪怕选个阿拉伯语吧。我要声明一下，如果谈收获的话，这个你能够在听韩国人讲中国的历史文化、经济、文字、语言等等这方面的，你能
站在一个韩国人的角度来看另一个方面的一个中国，来看中国，对对对啊，行，我感觉这也是我这个学这个专业的一个收获，嗯，挺有思辨能力，不错啊。在韩国读书期间是驻韩中国使馆学生总会文艺部干事，对，比较喜欢音乐，喜欢音乐，唱歌，唱歌，最近比较喜欢汪峰的歌啊，嗯，待会儿留着第二环节唱啊，别着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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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在韩国曾经有过创业的经历，几位 boss 听一下啊，他开发了一个产品，空气清新剂，喷出空气清新剂，但是形状像炸弹一样。当时呢，自己的朋友负责北京地区，自己负责济南地区，结果北京地区成功，济南地区失败。这事儿怎么回事？说说。其实这个产品，我想就在座有三位韩国的 boss 嘛，它是一个什么产品呢？它是一个烟雾式的杀菌除臭的一个东西啊，把那个车门关上，闷5到10分钟左右，就能达到一个能持续少到15天，多到1个月的一个那个杀菌和除臭的一个功效。哦，当时呢，我是在韩国偶然间看到了。哎，感觉这个产品好新颖啊！啊，不是你们研发的，不是我们研发的，是你们引进到中国来做的。对对对，啊，然后济宁是你的老家，你负责，对 对, 对，结果不如北京做的好。对，这里边什么原因？原因定价都一样，定价都一样，啊、但是消费能力就不消费能力就差别非常非常大。明白了，一般人的消费水平还有观念达不到。啊、他就说了，那个李刚，那你换一个城市继续创业不就完了吗？哎，现在说起来是创业，其实非常困难的。那我就问你，在北京说成功了，盈利了多少？我这边大概知道有几千块钱吧。这样，李刚，我觉得你，哎，我感觉啊，你可能是一个比较容易放弃的人，因为你在学这个第二外语的时候，对吧？德语，说你改成一个中文，这个我能，然后你做这个清新剂，对吧？做这个清新剂，能给您解释一下吗？其实当时干不成，你就不干了。就当时这我这边情况比较特殊，来了韩国之后，说实话，经济条件比较有限。父母都是那工薪阶层嘛，当时并没有光学习那么单纯，自己还要那个解决自己的生活费和一部分学费，所以说当时在比较繁忙的情况下再学两门语言，的确感觉有点就吃不消。这些反正都是一些客观的原因，但是你的主观的因素，我觉得应该起到一定作用。我觉得越说家里经济条件不好，你更应该珍惜这个留学机会啊！这跑到韩国去学中文，真的不管你讲出天大的理由，这都是挺悖论的这东西。好吧，听着挺别扭。嗯，不再辩护。Okay, 好，我们让李刚做第一轮选择，看一下面前12家企业，考虑一下，那叫其中一盏灯，这家企业你肯定不会去的啊。说吧，我就灭云总吧。啊，咖啡之翼尹峰。对，好吧，我们掌声欢送尹总暂时离席，进入发言管制区。来吧，余下的十位 boss 看一下啊，考虑一下，请选择。好，祝贺李刚，谢谢。还有10家企业为你留灯，接下来进入天生我有才职场能力考验。崔总，米商是韩国话是米夏，知道吗？米夏品牌啊，知道知道。哦，我不知道是你对那个化妆品行业，这是在韩国的时候有没有关注，然后呢，这是如果回来中国对这个化妆品行业有没有兴趣？我们米夏的化妆品最有名的就是 BB 霜嘛，我国内的很多朋友每一次知道我那个回国的消息之后，会肯定就会通知我说一定要带米莎的这个 BB 霜来，因为这个效果非常好啊。然后再回答您第二个问题，我个人感觉如自己对这个化妆品行业虽然不是特别了解，但是并不排斥，如果说有这一个机会的话啊，有这一个机会的话会感兴趣的。嗯，确实现在韩国的化妆品牌在中国的女性当中市场越来越大，它那个而且在快速成长。对，它的化妆品我也用，我车里现在就有。你哎呦，不就是这广告打的够有型的有型广告。你在山东济宁人？是，山东是韩国非常接近，然后我们韩国公我们公司也是飞青岛到釜山的线，而且我们公司也考虑也济南到釜山的航线，也明年也考虑这条航线。嗯，如果说你我在这个条件下，你愿不愿意在我们的公司工作？个人感觉那个就是
之前了解过我们釜山航空这个企业，嗯，对航空公司还是有感兴趣的，嗯，还是比较感兴趣的，对吧？嗯，以前对整容有什么看法吗？以前对整容，台下的观众，我给你们解释一下，很多人都感觉哇，韩国美女帅哥这么多呀。其实去了之后，我发现一半靠整容，一半就靠化妆。真是这么一个原因。我认识了很多韩国女生，我的女同学是整过容的，但是这个整容并不是，有一部分是他们个人的一个意愿，我希望变得更美，但是更多的部分据我了解是韩国社会压力比较大，在特别是像在职场求职的时候，那么一般韩国面试官可能会更倾向于这个外貌更好一些。他们都是外貌协会的。对，可以这样理解。真的是这样吗？真是这样。您可以问一下，我问你一句话，这是你的韩国朋友告诉你的？对。啊，行，不是你说的，我韩国朋友告诉我的。啊，对对对，要不然你要对这个言论负责的。是你的韩国朋友告诉你的啊。他刚才说他喜欢唱歌，是吧？这个天生我有才这段得唱一下，来吧。我不是一块石头，也不是一滴眼泪，我只是一只小鸟，在寻着家的方向，这是不一样的感觉，这是不一样的感觉，在布满力量的大地带着灯光，伴定着一个永不哭泣勇敢的心。不错不错，这个没热身没开场上来就吼汪峰的歌，这已经相当不容易了。好，我觉得各位 boss 可以选择了，考虑一下啊。还有石佳琪、刘登，请选择。很好，不错，我觉得不错。那个釜山航空。祝贺李刚，还有戚佳琪为你留灯。我们来听听他们为你提供什么样的岗位。来，这次从右边开始，东军。给你的岗位呢，加盟授权部的专员。那当然，我们会给你进行一些培训，必要的培训。工作地点？工作地点是北京、南京都可以。好，崔总。我考虑是我们的这个销售本部，有一个就是外边，就是做的这个针对代理商的这个销售。就是工作的人员，销售经理。李总，我看到他非常开心，因为他非常有活力、有礼貌，就看到我好像是为了他过来的这边的感觉。哦，我有这个表白，很像韩剧里的台词。我好像是为了他才来的，今天。谢谢您，谢谢您。所以我们工作的单位是公关销售，是工作地点是青岛。邓总，谢谢。我们直销团队的山东和济南的管理培训生，那么管理培训生的未来的职业发展方向是团队主管、产品线主管以及城市经理这样的方向。谢谢邓总。谢谢。来，陈浩。优胜教育集团是这个面向全国的一个快辅导的连锁机构，那我们加盟事业部有个项目叫少年派，这个项目目前在国内是比较空白的，它是素质能力类的，所以我觉得你本身有很好的修养，那我希望你来这个项目做 BD 方面的主管。好，加油。我愿意给你的岗位是我们福能集团旗下的福能文化现在投资移民板块的销售岗，我认为你就有这个潜力。好，谢谢，加油。啊，梅总。我们给李刚提供的是两个职位，一个职位呢就是我们盈科国际部韩国法律事务部的商务拓展，第二个职位呢是我们现在正在为韩国最大的餐饮品牌在中国的商务拓展在提供服务。到我们这儿工作呢，能充分利用你韩国的这个语言优势啊，熟悉那儿的文化呀，让跟他们的沟通和交流啊，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来吧，让他的选择走过去，灭掉其中五盏灯，去吧。谢谢。谢谢。谢谢。
谢谢你，谢谢，非常喜欢你。好，我们请被灭灯的伪 boss 暂时离去到旁边的发言管制区暂时休息一下，我们接下来请李总和梅总谈钱不伤感情。好，辛苦了吗李总？来，梅总请揭晓。哎呀，这个有意思，自从这个尹峰开始画画之后，我们又看到了画的小飞机。李总解释一下小飞机什么意思？画挺像啊，我们航空公司当然是飞机，就飞机来做两个国家的桥梁，可以 免费飞的啊。我们航空公司没有免费，但是非常一点点的钱，啊、然后自己跟自己的太太，啊、还有家父母、父母、爸爸妈妈，还有岳父岳母都可以用。梅总，解释一下加号。我们加号是这样，这个6000呢是一个我们的基本薪水，整个薪酬，那肯定不是要比这个还要再翻倍了啊，应该是没有任何问题的。给你15秒钟时间考虑一下，云科律所。或者是釜山航空，或者是谢谢再见，请准备。我选云科律所，去吧。遗憾就是可能某些方面表达不是特别好，然后让人家感觉自己是一个轻言放弃的人，这样我感觉可能会有那么一点，但不是那么绝对的。嗯，好，谢谢今天所有的现场观众，谢谢两位热情的微博互动粉丝，你们满意吗？高兴吗？回去好好在微博上说我们节目啊，然后再谢谢12位抱团成员，谢谢大家，感谢观众收看乐达薯片飞机梦手，咱们下一期节目再见。